真的很棒，那个诠释。嗯，这首歌非常好听，它又诠释的很有自己的味道。是哈，嗯，你要带来什么歌曲？这首歌叫做《想你想疯了》。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快疯了，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快死了，等你到天亮，等待铃声响，对着电话说是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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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快疯，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快死了，等你到天亮，等待电话响，对着电话说是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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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祝昌博今天的灯是48个灯。第一位 No Name 的总分是70 85 86 87 88 88分。祝昌博的总分是40 70 87 88过关，89 90。这样的结果是最好的啊！这样的结果是最好的。为什么？对，其实就是差不了多少这样子。哦，你也不会输得很没面子。是 ，No Name 真的也不能让他赢得太高兴、太骄傲，对不对？好的，我们听听丁晓文老师讲评。我觉得 No Name 今天其实诠释相当有个人特色。也是因为你的嗓音本来就很有特色，然后听说今天重感冒又加深了这个特色。好，那当然可能因为感冒还是有点影响，你其实这首英文歌的发音的确有一点点不是那么清楚。那祝昌博今天这个歌，其实柯以敏原来这个歌本来就不好诠释，好，因为他那个副歌我想你想你那两大行哦，那个感情的拿捏其实是非常不好拿捏的。那今天昌博唱的其实是很卖力，好，但是我觉得你有一点点 over， 就太刻意了。嗯，是老师。那我认为以你的程度唱歌，你不需要这么用力，你应该更放松一点，不要这么紧。我觉得你今天还是太紧。好，以你的程度，你放松一点唱，我认为你的分数很可能会再飙高。好，今天两位表现其实都相当好。谢谢老师，谢谢，谢谢，恭喜祝昌博过关。谢谢。